木鱼，小铃铛，快来救救我们！极剑分部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哎，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在梦里收到了佩奇的求救。好巧，我也是啊。那咱们俩一起吧。嗯。走吧，咱们的目标是要进入密室，找到佩奇一家，并展开营救行动，然后找到出口离开。好嘞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走吧。哎，进来了。嗯。佩奇一家无辜被人绑到了这里，想捞些好处，但没捞着，就把他们一家全关在这了。我们得想想办法救救他们。人得救后找到十个钥匙，才能离开这里。要注意安全哦。走，咱们先出去。楼上有两个牢笼，哎，我看到乔治了。有三个牢笼，他们应该都在楼上。嗯，小心点，不要惊动了楼上的守卫。嗯，先去房子里面，咱们得先找齐失败钥匙。好的，先找钥匙。箱子里面有吗？没有，空荡荡的，应该不在这儿。我去下一个房间。好的。哎，找到了一把。这是一间教室吗？看看电视后面。哎，哇哇，哥哥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也找到一把开关。怎么了？天哪天哪，这个房间里面有东西，我把房门关上了，吓死我了。在哪呢？我这什么？不知道，吓我一跳，我一转身回来就看到了。解决了。嗯，哇，他这里又出现了，哥哥。你快走开。快到前面去。怎么还有啊？不知道，他好像是无限触发的。从这边绕过去。锻造一格，小心点，那个奇怪的生物肯定会一直出现，说不定还有别的。这也好像也是个教室。我又找到了一把。哎，我被抓回去了。什么鬼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好好的找钥匙呢，他就把我抓回去。他会突然出现在你身后。对，他莫名其妙的出现。咱们在同一个地方，不能停留太久。嗯，赶紧跑。印刷间又出现了。这里可以打开吗？不知道耶。箱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画里面找到两把钥匙，哥哥，我去楼下找找。好，小心点。哇！我话才说完，我楼梯间有一只烤鸡。男厕、女厕。天哪，这里好危险！这里肯定有东西。头顶没看到有箱子。什么声音？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不要对我！哇！动手动脚的。我还以为是你那边发出的声音。怎么？结果一回头，他就出现在我面前。是的，他老是莫名其妙的，就是追着我打，又出现。厕所里面没有，居然没有开关。奇怪，他的移动速度没那么快。这里没找到，这一间。二楼这边还有印刷二间，印刷二间应该去过了。好好学习，我就知道。哎，这里应该可以下去，果然没错，我找到第三把了。解决了，这电视后面居然没有箱子。哎，在沙发后面。找到钥匙的地方，我就把它打开了。
我找到三把了。我找到四把了。我怎么被一只蝙蝠打死了？等等，房间里面是什么？哦，消失了，就好像是个寝室。我去三楼，三楼好像上不去，去三楼的楼梯。我在这，在这，我先去三楼。三楼，佩奇，我来了。他们一家人都在这，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奇的弟弟还有佩奇。好嘞，好像在这找到了。六把钥匙，要找到十把是吗？对。就这里没找到。哎，好像在这。哎，乔四，快点出来。需要一个二段跳。嘿，果然。七把，找到七把钥匙了，哥哥，你那边几把？我这三把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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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来吧，佩奇。在上面。我前面这个才是佩奇。小心点。OK 了。哇哇哇，这些怪都在围攻我。小心点，妹妹。嗯。还一只蝙蝠。哥哥，我先打开门。好，我来了。妹妹，你在哪呢？我在那个开门的地方。哥哥，快来快来，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。走，赶紧走。你把钥匙全放上了是吧？嗯，是的，七把。逃出来了。终于逃出来了。